月十三日正值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，J 计划也是揭开了神秘面纱，宣布正式启动。J 计划的初步成果，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在东方、浙江两大星级卫视热播，收视率不俗，网络播放量更是突飞猛进，一路飙升至45亿，成果相当不错哦。当天不老女神温碧霞也是以一袭吊带抹胸白裙现身，神秘性感大秀香肩，秀出了曼妙好身材。即将突破50大关的温碧霞保养得当，气质更是没话说。现场女神也是大方分享了冻龄秘诀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哟。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开心了，我觉得开心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我很 enjoy 我的 life， 这个还是心态比较重要。现场温碧霞还透露将加盟何念导演的新电影《这辈子有过你》。据悉，《这辈子有过你》改编自香港知名作家张小娴的一部著名小说，甚至被读者们奉为爱情圣经哦。导演何念早已将话剧版搬上舞台，圈粉无数，相信此番再战同名作品也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哦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